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，酒足饭饱的冰淇淋公主，哦，都会来玩一下狗狗。哎呀，他叫一下小黄，小黄就走了。是因为你出现了？不是吧？是因为你的声音可能没有，你要再更甜美一点的声音，他才会过来。是哦，好吧。天哪，他好冷漠，他就这样走了。